不信，再吐再吐，方长方长方，给我背过十去。对，十九八七，脚背握住，六，好的，五再伸，四，对，贴住，疼吧？三二，好的，一起，清楚了吗？你疼吗？好，对了，手行，来录，准备，五，感觉脚背再踢下去，五，这会儿抓地，这已经有倒立的了，你们比着点儿，五六走，七八，别动，胳膊肘圆一点，你别伸那么直那个胳膊，对，你们把肘圆一点，弧线线条还要出来，搂着你的脚，你的脚是铲子。七，这推，八，脚打，一，二，直接舌头，三，四，推住大拇哥，塞下去，君怡，这推长不行，这就不合格，推长，放，旁边手的胳膊别折，哎呀，你这细节真的是救命啊！推，脑袋别歪着，别放正，先推，这会儿往前压，对，头放正，别碰见，五，四，伸直，小叶再抓，脚松了，金普瑞，松了，二。你往你左胯坐一点，太倒了。一推长起走，五推长手松了，筋骨人没有兰花指。六收七打八，来回腰抱一下放松。小瑞，所有人起的时候啊，没有一个拖一兰花指，清楚了吗？这我们考其他院校线下考试怎么去做，清楚了吗？有质感，考北舞我们兼容线上，人家给出来范例视频的，范例视频怎么做，我们必须要按照范例视频。清楚了吗？别自己加东西，好吗？直接下手，直接还是长着就起来了啊！来准备，来哈，胯根下去，再伸直腿，准备，五，再伸直，甭加了，玉丹，五六走七，好，再来，手从最前面起来的时候，这个肘稍微圆一点啊，来准备。五，蹬直后的膝盖，六，走，七，八，往长放，一，二，头大腰放出去，三，四，对了，不行，马大姨，来宣统镇住，下去，对，甭夹，好的，赛姐甭夹，放长，再绑马大姨，再绑下面肌肉，再压，旁边的手打开没有，马大姨不对，再打开旁边手，再打开马大姨，好，起来，准备。看蔡依婷和这样，看金普瑞做，他都对了。你怎么又拖长手了？来，准备，大姨她也要对，美萱，你直接把头震下去，不能整在这空着，明白？来，准备，五，后边贴地，金普瑞，六，走，起手，脚背，小瑞，八，再往上放，大姨看人家的手，二，看旁边手，顺势打开，四，放长。对了，不能动金普瑞旁边手，再来，旁边手不允许给我动，小瑞。直接手别贴着地放出去，靠你的胯使劲，靠你的腰使劲，五六走七八走，拎二放你甭脚抓地，小瑞放长，好的，你的左手的没有松那一下吗？直接放到这儿，可以吗？手到这儿直接铲就可以了。来，再看一次，准备，甭脚小瑞，再抓地抓地，六，对，你不许松，你给我一直抓住，八走一。二脚不许松，抓着去，四手直接放长，对，好一些，再抓住，或者脚松了，再绑，再绑，清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大家可以注册屏幕上的小心心，帮我分享直播间给他们加油。现在距离北京北五附中的考试还有八天的时间。怎么下？
他们都是咱们即将考试的小一考生。来，起起起，所有人起。来，谁听不懂李佳毅女士说的话？谁听不懂李老师说的话？我是不是说了，你下你的旁边手不要贴着，给他顺势往远的调整了，对吗？你干嘛呢，马大姐？啊？你听我踹你！来，准备，再来一次。我看谁还给我乱动，脚背贴地啊！不贴地的全部扣分啊，肯定扣分啊！准备，你们想想扣能扣多少分？五，小瑞右后背往前推，五，六，伸长走，七。八九，快快点，小瑞，一零一点二，眼睛不灵不灵的，三四，甭加，小瑞别翘着，五六，对了，美萱，七，马佳怡后面手还不好看，四，给我并拢，回头再甭讲，直接再伸，起，走，放长，五六，走，收，大，七，一排，对了，能记住吗？来，再来最后一次，五。舞蹈老师最后一次，永远都是无止境的，快快快压一下，你选五六走七八打一二三四，好的，美萱不错，贴住美萱，头对，很漂亮，好的，路人包厢之第一，不错，十脚背再贴地，九八七六。看他的脚背都已经贴地了。四，咱别拐着，不要拐着。二，一，起，推长，五，直接起，没有停，没有停，马佳怡没有停，佳怡她是直接就推长就起了，没有停那一下。旁边的手，大姐，旁边的手，再往旁边打开。这儿呢，走，起，清楚了吗？六要点地，七，好，没问题，甭脚绷住，这儿呢。直接旁边后，旁边后来的，咋的了这是？脚麻了啊，麻是对了，来躺好，预备。你让我骂你吗？能快一点吗？来准备。刚上来，你快一点，别跟我废话，快点，快点，宝贝，嗯，请你快一点，求求你了，来，准备，摆好，准备，加油，加油啊！一会儿我们写个倒计时去。好的，我下午要订点奶茶，我订点奶茶。放教室里杵着，然后就要当着龙一丹面喝，呲溜呲溜呲溜呲，贼好喝。你最喜欢喝哪家的？是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马上了，三十个数。开心吗，龙一丹？不开心。嗯，你就吃啊，你就把你那个什么玩意儿芋泥，昨天晚上是
吗？哎，那你为啥不给我买点儿？你为啥不给建芳老师买点儿呢？给我带回来点儿，谢谢你。练军功，别把自己练轻了。得跟金芳老师说，赶紧缓一缓，不能这样。哎，你好细心呐！给他下去点，你跟他们讲好吗？不好。不开心。不太好。你跟他们讲好吗？我问你。不好，不熟，你俩熟吗？不熟。你认识他吗？不知道什么。我管他叫什么？我为什么管他叫丹姐？不知道，因为他牛，他叫老大，他叫我老大。在四点他是我老大，摁下去，你看我都给他放松了。嗯，来小瑞鼻子。有有，他在上别的课。啊？啊？没有，我回他了。小瑞鼻子开始冒气儿了，加油啊！十。9 8 7 6 5 4 3 2 1下一个鸭子小话起来，那个谁，蔡依婷，给他踩来，文静怡，给金波踩一组。嗨，文静怡，你真棒，这你帮我压，我也不让你吃。尖腰跟没有，嗯，就这么来办，是吧？嗯，等一下，下去，疼吗？之前这么撕过吗？没有，爽不？是吧？到佳怡老师课堂就能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所有。金峰老师课堂，金峰老师课堂体验的是吧？佳怡老师课堂，佳怡老师课堂体验的，这种感觉像什么？程静怡，飞的一样，飞的一样，十。九八，终于哭一个，开心了。六五四三二一，去来来踢，给踩下去了。来上，晕了，我好晕。来准备，打开。对的，谁跨最硬？咱们班。小瑞。小瑞，你被点名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我给咱，你把我们给咱压一下。来，准备。紧张吗？紧张？不是，我问你什么紧不紧张？你猜？考试。啊，对呀，我还以为要跨紧不紧张呢。我刚开始就以为好紧张。呀，线上考试你也紧张？还行。还行。那1月15号线下考试你紧张吗？为啥紧张？不知道。你觉得你能走到线下吗？嗯。这不能有点信心？嗯。能。那线上考试你不紧张？你上午状态好，下午状态好，还是半夜状态好？我们选一个时间录像。下午。下午。不上课。那不可能。那就上。上午不上课。
讲，你觉得你几个小时能录完？半个小时。这样，你要半个小时能录完，你请我吃火锅。你请我。你要半个小时录不完，你还请我吃火锅，行吗？嗯。为什么？没钱。你那么有钱，你买了一堆东西，你跟我说你没钱。没了。行，来。打个水快来，拿垫子打个水快，来准备。来，两个垫子，那一个垫子是吗？我拿的。来，两个垫子快拿好，然后脚夹着袜子快，把胯打松一点。教室都有两个空调，没有地暖。他这里是弹力地板，怎么能做地暖呢？我一定要看到后脚的延伸。
保证脚抓地，鸡腿没到地，抓压下去，再压，再压，对，你可以做的，鸡主任。张明轩，再压你的脚背，五、两、七，脚推，一、二，转过来了，蹬起来，这个我会带你注意的，推起来，推起来，谁的脚后跟能离开地面？再推，好的，朋友，再推，鸡腿引，膝盖压地，脚后跟离开地面，再离。六，对了，楼下绷脚，七，八，走，转，二，推，后延伸，二，后边扣起来，快一点，没摇，手不摇，不能乱动。再来，准备，别动，往反面转。五，六，后腿延伸，走延伸，一，二，指尖放长，推出去，能不能像楼玉丹这样瞄下来，把脚后跟给我推离地面，膝盖伸直，脚背绷。一些
啊，胖的找胖的，瘦的找瘦的啊。你别瘦的给胖的压压，该压压下去；胖的给瘦的压，出湿就压下去了。来，准备。找胖的哈，丹姐受了伤害，嗨，谁让她胖呢？老师好漂亮，嗯，行，丹姐老师谢谢你。下课去吃饭。带了吗？带了吗？带了吗？谁带了？李轩瘦了，瘦不少，看着。一会儿称称我看一下。你说你会不会有惊喜？是的，徐老师也上了。哎，你认识徐老师啊？因为我看见那会儿就是我要闭眼睛那会儿，好像是。我要闭眼睛，不理他了，明天再说吧。对，刘先生，我永远联系家长，永远联系不上。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集训啊。告诉我什么？刘玉丹，来，你跟大家说，你给我发的那个抖音短视频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哎，不用说。不是，你说一下，你让大家都听一下。我就看了眼标题就发啊，我不相信。真的？那我给你们复述一下，他给我发的内容就是，在北五考试之前的这一周，不能练高抬腿的跳跃性动作，不能多踢腿，他怎么着？不能练平板支撑，什么都不能练，躺平得了，咱们对吧？说练完了之后怎么着？哪哪哪就都不行了是吗？我就看了标题。你看我给你回的吗？老师都已读了。已读了是吗？啊。啊。怎么背？真厉害！哎，那你当时给我发这个，你想告诉我什么呢？就是告诉一下。你就告诉一下我，佳怡老师，你看一下这些不能练，你酌情选择一下，到底给不给我们练是吗？嗯。做你的春秋白日大美梦吧。美萱，你觉得应该练吗？这些？看来他赞同你的想法。小瑞，你觉得这些应该练吗？哪？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你觉得刚刚是娄玉丹给我发我那些应该给你们练吗？还是也不该应该练？回答。是的，丹姐超敢说。啊？一身反骨。你是不是内心想的是不应该？但是你问我呢。来，一百个数。有人哭吗？你得摁下去，吉普瑞，肌无力。吉普瑞，一会儿你来找我，我给你念啊。哎，细节可以给直播，其实。可以吗？那不可以，那细节课是我们的嘉宾。对呀、啊。刚刚还有人说想去看另一个班，
我说这是我们原创性的东西，不行的。大家可以来我们这里上课，现场教给你。针对每个孩子，其实细节课就是把所有细节讲完之后，针对每个孩子所出现的问题再做调整。嗯，因为每个孩子毛病不一样。对。有没有人哭？没人哭，继续使劲。可以停。他也没哭，他没哭呢，来，啊，我三五六十几个小时，六个小时，是一百，金峰老师还有四点半，我呢，应该还有四点半，你还少半点，来，起，你干嘛加一啊？放长菱形，你看人家旁边都是长菱形。怎么还举着？下去，甭脚脚尖相对，压下去，压下去，使劲儿，下去，贴下去，再贴，贴住，压住，马佳怡，你怎么回事你？下去，对，贴下去，再贴，使劲儿，好，不行，不能这样，你给我放长。啊，你们的小胯应该是在这儿呢，哎呀，硬死了。妈妈在意，滑根一点都不开。所有人考试是这个菱形，清楚了吗？你们那菱形都是不合格的。你超出这一菱形，又翘起来了。你给我继续练去，你什么活儿啊？来，记住这来。你开心一点，来，从那开心一点走过来。来，走，开心的来，小瑞来呀，小快。你说我好开心呀、啊！来，你蹦跶过来，来，你这样我好开心呀、啊！你这样，哎呀，我来了，我好开心呀、啊！来，是不是来呀，小胯走？我好开心呀、啊！来，快蹦过来，快，像神经病一样蹦过来，快点，要不我又压不住你。快走，来蹦过来，快点，快点，蹦着跳起来走。你说你好开心，我要哭了。开心不起来了，对，他开心不起来了。开心不起来了。佳怡老师快踩上，对，放长一点啊。你别动，你上身别动。这个角度。对，你别动，你别跟着往前窜。还是这个角度。小薇说：“你让我怎么开心？”谁？网友说他的心理活动。你让我怎么开心？就像我，像我还有那么多课，我也开心起来。吉普瑞就跨你大跨小跨，就这两下。小瑞哪难受呀？啊？是不是这个跨跟这儿？啊，那真的行，那没事儿。让美萱往前坐一点。美萱往前爬，长菱形，对，你坐住它。对。你的人设啊，朋友。朋友，对，你的人设。明星，你是女明星。啊、你是超级女明星，你和大姨你俩。人设啊，看他的哭。你不哭。罗玉丹那胯不对，再往前趴，罗玉丹。丹姐，我想采访你一下，你怎么突然之间开始变得使劲儿了？你再往前趴。往前。啊？不知道。不知道。你有觉得自己在努力吗？没有呀。那你有觉得自己上双手没有？朋友，你可太厉害了。你觉得你自己上课有比之前使劲吗？真的呀。感觉你突然开窍了，做完那一下。你现在还想重开吗？你的人生。重开就去非洲。他昨天跟我吃，他不买吃的吗？跟我说，我肯定不胖。他买完吃的，他跟我说，我肯定不给你胖，我减肥，我不胖。要不就重启他的人生了。
朋友别哭，朋友加油，女子加油，来二百个竖小瑞。昨天拍形象照的时候，他还说他不能笑，他是高冷女明星。是吗？今天就一点不高冷，还没发呢，高冷女明星。高冷一点，端着一点。不行。行，你行，你行，你最棒了，小哥。女明星哈拉子，那是哈拉子什么？眼泪，这地板以后你还要躺。来，你们再换一组。压的是小胯。你们换一组。对，这个小胯就是姐姐他们。哎呀妈呀！你不让我说话呢？堵我嘴呢？这是？啊，这次得堵我嘴呢，让我闭嘴呢。对，因为我们这次范例视频会考到那个一微蹲，然后还有双手扶把的旁擦地呢，全部跟小胯有关。耶耶耶，来五十四九四八四七四六，女明星加油！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十三九三八，这边还没考，太长了，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三十二九二八，美萱，你觉得五百一十好看吗？不是，他们现在是分班上课。我说过，其他人好看吗？觉得这一首？小瑞在想能不能先专心数数。三二一，好，来，别动啊，小瑞，晾一会儿啊，先晾一晾衣服一样，晾一会儿啊，别动，别动手，放。好，王子，再来一点点。对，别快。对，你这儿呢，以后都不嫌弃你的大黄脚。来，贴下去。对，贴下去，压下去。对。别动，小瑞，压住啊！你贴不下去啊，你这样贴不住啊，脚趾头相对，我就再给你来一遍啊！别动啊，你别动啊！来，自己使劲儿，使劲儿往下压，这不就下去了？你就忍受这二百个数。那你说我们录像那天咋办呢？是先哭呢，还是先化妆呢？哭完呢，化完妆哭呢，就得补妆的称。为啥烟熏妆了？啊，压完哭完呢，再化妆呢，还得再压。别哭，小瑞，你现在要练就一身本事，就是不哭。下，好，来，去打胯，开胯，去开胯，开胯，还有谁胯赢这里面？没了，给马甲赢下去，快打一下。来，我们准备啊，弹跳，然后走走脚背，我们下课了，快，加油，女明星，自己打打胯，躺，直接躺地，别走了，别起来了，直接躺在地上，快，五。自己打打胯，五六七，走，自己做，一放长一点，二三贴地，走，往下放，对，来，所有人起来都练一下这个，打一下，快，你就别动了，我脚我脚脚尖打一下，相对相对，对，放松放松，胯跟小人放松，这儿别紧，这儿松，这儿松弛，这儿别紧，这儿放松，走，下去时候放松，对，你要感觉打的时候它也疼。在压哈，只是镜头没转到。
练的。责任也是在练胯的时候最生无可恋。你练这个难受还是练那个啥难受？他可能偷了。在你那边看你。你还是练后腔点难受。啊。小瑞。直接穿，不用穿袜子，直接穿鞋就行。五、四、三、二、一，准备。好像那个站长站不站蹬直马上啊加油你看楼一丹那个好加油小瑞加油马佳怡加油你自己走了啊我去找他去了来走走离开把杆离开把杆推直推直腿疼吗各忍着没时间给你铺垫走超过他们来公主格格走来对是的就是不像跟丫鬟啊把你的老师硬练成了丫鬟我多难来金主任这儿来过来来一边拖一个来金主任快痛苦面具等一下他原地站好了、哎、是的公主请走脚背来公主请走脚背走来公主啊我是你们的丫鬟我为你们服务加油来咱们就一圈了最后了啊走一二三四踢起来小小瑞踢起来踢起来就没有那么疼了你们越蹭着地的越疼加油对咔咔咔咔越你要呕呀快走快走马佳怡都超过了速度对走往那边送对我把着你呢对摔不了我把着你呢加油脚踢起来踢起来踢屁股对推对你每一开都给它窝出去对对好的小瑞痛苦面具是的我也挺痛苦的江美萱你俩怎么走了走完了来拿那个弹力带来别动来先向楼玉丹那去你也拿个砖先给我下来去快快跑快跑三二一快楼玉丹绷脚疼吗疼吧快给我双手扶住两块快那两个人快哎先拿先拿先拿砖是佳怡老师对嗯，我说是佳怡老师。来，快，这儿一只脚，来抬屁股，抬屁股，小
使劲，疼吗？疼吧，来，手放松一点，别怕，疼吗，马佳怡？快，来，推住，来，过来，你俩，快，那边不能用，快，推住梅轩，快一点，疼吗，马佳怡？来六，新宇，计时两分钟啊。好。手放松，别像个猴似的啊！看你们这造型，多么的，多么的奇特。别动了。疼吗，佳怡？是比那样双脚丫更疼，对吗？对，台上十年功。哦，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哎，我一下哭了，哎呦，我的刘丹这个。哎呦，好难得，特写。单姐落泪，单姐落泪，单姐难得落泪。这会儿脚快了。你哪个脚快了？别动，你别动，你别动，对，别动，别动，你别歪着，这是对的，这儿呢，好吗，吉普瑞，下去，下去，下去，别别别别叫，别顶墙。疼吗，小贝？疼。啊。你们就欠收拾，就推过去。网友给丹姐加油呢，哈。网友下课了。网友。啊，网友，王阳，不是，王阳，你还能说话，那你还是不疼。这粗，这腿有点粗啊，这在镜头上。那你离远点，给我们盖上点，我本来就胖，盖上点，本来就胖，哎呀，离远一点。别动啊，王阳，你看你这能窝出来，你从来没这么窝过。你那是练的芭蕾公主。好像这样是有点详细。来，我们给丹姐特写。丹姐绝美。丹姐腿不粗，丹姐腿还是有点粗的。哎妈，小瑞已经痛苦面具了。我发现这个也好痛苦啊，这个疼。罗玉丹太难受了。丹姐绝美，腿不粗。你能不歪着吗？你能不歪着吗？来，六十个数数。放松，当心胳，不怕胳不粗。丹姐开始痛苦。不怕肩宽。是的，开始痛苦。啊，手给我轻一点，使劲。咱们是绿色直播间哈，嗯，说话一定要注意。咱们不好说话的话，会被直接踢出直播间哦。咋了？六十了。哦，六十了。还没有看见丹姐哭过，不至于吧？你快！这个先不用管了，直接窝上，反正也是悬空的，来。对，来，这个脚直接上，然后我们再摸摸脚。丹姐，想想那些好吃的，那不更痛苦吗？对，来，直接上，直接上，然后对那个脚就绷着，让它自然放松就行。对，下，快，三二一，你怎么这么慢？丹姐，你为什么今天不穿七分裤啊？还没到呢。哦。但它放袜子。哦。你这才呀，明白你早就。
哦，丹姐的旁边是小瑞，给他个看到他的眼睛了吗？网友让你想想那些好吃的，你就不疼了。他摇头了，他不想想。谢谢送出的小心心。小瑞说不敢不哭。可以走，可以下课，他们马上下课了。咱们为了咱们的正能量直播间先关会屏哈。明天你们也这么练。杨继轩今天不错啊，上课我看你明天敢偷懒的。四，别进了，茉莉啊！三、二、一，好，来，下课时间多脚踏。OK， 我们这节课差不多就要结束啦。我们马上就要下课喽。咱们还没有预约明天直播的，可以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然后明天的话，给大家直播的是另一个班。是他们，明天直播他们。还没有，咱们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然后我们明天还是11点见。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嗯，他们也要下课去吃饭了。没关注主播的，记得点点关注哦。咱们还没有预约直播的，咱们再稍等，再等4分钟吧。然后我们直播就结束了，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哦。然后咱们明天还是同一个时间段，然后明天给大家直播的是刘博老师。然后咱们的刘博老师呢是毕业于咱们北五附中和北五大学的。看到茉莉啊，他刚才来拿东西了。还没有给咱们直播间点赞的可以点点关注哦。咱们直播间有认识刘博老师的吗？有没有上过刘博老师的课的呀？准备，走起来，可以蹬起来，越蹬起来脚背越高，绑是不是对的？再推一点膝盖，我们再点4分钟的关注，然后还没有点关注的，还没有预约直播的，记得预约直播。男生呢？男生他下课了。再绑，下课了。三个人有。他要去吃饭。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你认识？好呀，那欢迎你明天来看哦。抓住脚，加油！夏雨老师大哥，牛好！可以。你下去，你说，你下去，你下去，四，往远放，三，这儿抓住，对，你先看一眼。
行，看一下就行了。可以了。咱们还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看一下就可以了。差一点点，你小心眼看看。看看他的脚背。看他的脚背。找我压制你感觉八，七再保证压六，对，这再蹬再蹬一下五，再蹬一下这儿四，对，互相使劲三，二，一，好了，称称。现在是称秤时刻，然后呢他们称完秤就要直接去吃饭了，我们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咱们还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还没有预约直播的预约一下直播。四五六七，而且收了一斤四两，你好棒呀凡凡老师。好棒。老师明天直播的班里有他吗？没有，明天是直播那个班。好，对，因为我们的饭有不安排来。嗯，现在体重得多少？体重的话就是身高减90是标准体重。丹姐的体重要公布了啊，丹姐的体重就不公布了吧。丹姐不想公布她的体重。我们可以监督一下她，我们现在一会儿拍一下她的体重是多少，看看她五天能不能瘦三斤。呀，他的他们的体重能公布吗？不能。好，好，我们现在就准备下播吧。他们的体重不可以公布。来，小瑞去称完秤的跟镜头面前人拜拜打招呼。来呀来呀。多少？31。你好拘束，你昨天可不是这样子的。让他们给你加加油。你让他们给你加加油。你说，请给我加油。把好运带给我，把好运带给我，谢谢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拜拜。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欢迎大家下周再来看我。嗯？嗯。你说一下吗？欢迎大家下周再来看我。多少？拜拜。拜拜。来来来，欢迎大周，欢迎大家下周再来看我，来。欢迎大家下周再来看我，拜拜。给我加加油。给我加加油。拜拜。拜拜。好了，我们到这里就结束。哎、我们周四就不能直播了，27号吧，下周是周四。30。哦，那我们可能就不能直播了。停播两天，友友们，因为我们要进行线上模拟。化妆可以直播吗？啊，可以。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直播一些奇妙的小项目，给你们直播聊聊天吧，好不好？嗯，给你们，哎呀，这转过来看看我，别光看孩子们。来，我们都入个镜。来，孩子们过来，快！哎呀，刚才在刚才那里。好，然后这样，下周直播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线上模拟嘛，线上模拟我们不化妆，那就可以开播让他们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在正式直播的时候的话，看看可能就要停播了啊，随时关注我们，来，拜拜！祝孩子们考试成功，我们祝他们考试成功。然后亲爱妈妈，明天播亲爱他们班软度，拜拜拜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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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嗯嗯，开始了，你这七分裤还没到吗？今天到，今天到。Hello 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开始了。然后我们今天给直播的还是昨天的那个课，昨天的那批人。因为他们外面的这个课，外面的这个课上的是考前细节课，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播。然后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老师呢，是我们的刘博老师。然后我们的刘博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五附中，他的大学是中央戏剧学院。然后这样看，这样看。哎呀。不行，还是得这样，考呀，都考呀。
干净，一点都不疼。他面无表情。泡脚泡的，脚别松。来自太阳五六七六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二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三打八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五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六打二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七打八打三打亲爱的，在这个外面，他们今天穿的体操服，咱没办法给他们直播，因为得打码。咱们下周给那个班直播，因为本来想今天播那个班，结果他们这节课上的是考前细节课，然后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了。别松，马上就考试了，叫还松？什么？什么？我说你脚别松，这叫胸啊！你看你脚松的，甭脚。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走下去。2006年像他们这么大上的军艺术少年班，是的，是的，现在军艺没有这个少年班了。军艺的确实也不错，很厉害。然后今天还是给大家发放福袋，咱们可以抽出屏幕上的小心心，帮忙分享一下直播间。教育老师在给他们开会。扶住啊，把腰立起来。扶住，这边就脱掉。你好。丹姐，谢谢大锁猫送的小心心，咱们除出屏幕上的小心心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他们加加油。现在这个阶段，他们基本上后腿没有什么感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还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可以点击咱们左上角给主播点点关注，给他们加加油。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北舞考试了。开会呢，他开完会可能会过来。然后想想，咱们为了咱们的正能量直播间，咱们先关会屏哈，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心情，大家就正常看他们上课就可以了。立起来，哎，趴着吧，立起来，老娘。
我们先关一会儿屏，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有关于小艺考或者是舞蹈之类的问题，大家可以给我发私信，然后我们可以在私信里面详细给你说一下。我们走动一下，看看别的。这边基本上是没什么感觉的人。直播间的朋友们，他们刚才刚刚耗完腿，现在的话要踢腿活动一下。是的，他就哭了两声，所以就没事了。
家自己唱一下来，五、六、七、走。啊，你是不是硬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最近没练过？你最近软肋处理没好呀？啊？你软肋吗？别松松了，宝贝，我有点，你看那个脚绑了吗？非得来回说吗？来，罗一丹数。一、二、三、四。脚张开，你们看看你们那个前脚全拐着，后脚呢，绑啊。他们现在练的这个程度已经不会再哭了，基本上不会再哭了，手放下去，顶多就是痛苦面具。绑住，谢谢谢谢超级两大送的粉丝灯牌。咱们戳戳屏幕上的小心心就可以了，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谢谢赵文卓送出的粉丝灯牌，现在马上就要痛苦面具了啊，很正常很正常。那绝对别扭。同学。绑脚吉普瑞。立起来绑脚，你再快。后脚绑，别给我勾着。放松，快点！放松，滚起哦！面具不能随便看哈，咱们都是有人设的人，对吧？是的。我们小瑞是高冷女明星，怎么能随便给你们看呢？然后我们再过一会儿，然后去那一边。嗯，啊。没有，没有胖。
怎么可能会胖呢？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手机显，而且这个七分裤啊，确实也是有点显胖。但是呢，因为他现在这个天气冷。起来，摇地起来，绷脚，后脚，后脚脚尖。咱们直播间如果说有想约测评的，可以就是点击咱们屏幕的右下角，给大家上了小风车。然后咱们正常可以晃两下，看不清楚老师。上这边来，来看老师是吧？哎呀，怎么面无表情啊？这怎么？好，来下来鸡腿饭。后脚，身体再立，别晃，立起来。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啊，注意自己的说的话，如果说胡说八道的话，我会直接把他踢出去。天注定十个说你就换嘴，自己憋，没说你刚下来自己是能贴住的。对的对的，他们都是今年考。你屁股碰没碰到地，你不清楚。前脚。会看呀，有的问题吧，怎么说呢，就像为什么会有男医生一样，不要有这种职业歧视啊。
后脚。没事，你不想看，你可以不看，这个没有关系。你别使劲儿。很简单，就是女老师的劲儿没有那么大。你这软度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有力气压的呀。我们都直播了，你说这能有什么的呀？哎，真是没有法说什么。就是所以说我看到这种评论就不想理。这儿现在好点了。再见。换腿就是。没事，踢出去了。没事，不用理这种人。是的，我们要关注这个事情的本身，没有必要关注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哎，肯定跟舞蹈没什么关系的人。我们有男生啊。孩子们学习舞蹈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的老师有直播过这个东西。别掰屁股啊。我们现在逛逛屏吧，省得影响心情。别看手。然后咱们如果不想看的或者对舞蹈不感兴趣的话，咱们就可以不看。好吧，咱们没有这种硬性的要求一定要逼着你看。老师在这里上课累得都一身汗了。其实你说做追求意义这个东西，肯定大家一开始都是因为喜欢，能坚持到现在那就是热爱。你说活到了这么大年纪，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能有一个喜欢的事情，大家能有一个热爱的事情，喜欢的事情很不容易。哎呦天，你这个裤子呗。我看的衣服。
随准备。